中国 vs 委内瑞拉，男篮赢出现生死战。A 组的中国队将与委内瑞拉队展开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的争夺。本场比赛堪称小组出现的生死战，与波兰异异。中国队在比赛最后时刻接连出现致命失误，将胜利拱手相让，最终加时三分惜败波兰。郭艾伦在中国男篮的揭幕战中发挥出色，率队取胜。本场比赛是两支球队在男篮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二次交手。